英雄救美，转角遇到爱，果然是漫画才有的剧情。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很久，所以给我取名花小池。我呢，只是一个摘掉眼镜就完全看不清的平凡女生，平凡恋爱，平凡成家。但即便如此，平凡的我也会幻想漫画中的初恋，期待有一个男生能够陪我度过整个青春，带我进入婚姻的殿堂。平行轨道多颗彗星产生大量碎片，今夜将会穿破。不去争取一下，怎么知道是梦还是现实呢？今晚就去和蒋世奇表白。你要跟蒋世奇表白了？这要成了，蒋世奇就是你的初恋呗。是吗？啊，哎，小陈，你没事吧？长没长眼睛啊？没看到这里有车吗？这里是人行道，本来就该是车让人。哎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挺会说。老陈，他们都是我同学，你别生气了。哦，好。要不我送你们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别的事儿。那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花小池，只要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。花师妹，花师妹，救命！蒋世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没事吧？世奇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不是在马路上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蒋世奇和陈心颖的订婚宴呀。订婚宴？2022年，十年后。先别管这些了，我们走。花小池，啊，北欧娜，你干什么？花小池，你把心颖的订婚宴搞得一团糟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算了，北欧娜，花小池应该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订婚戒指不见了。戒指不见了？花小池，是不是你偷的戒指？我没有，你别随便诬陷人。我诬陷你？你觉得在座的除了你还有谁会偷戒指啊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，就敢来订你的订婚宴？王小池，你可真不要脸呐！
小池，我们走。来，司仪。别打了，别打。现在不是2012年，怎么会是2022年？不会这么狗血吧？蒋世奇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破坏我的订婚宴？今晚就去和蒋世奇表白，只要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。世奇，没事吧？我是隔壁高中来的，我叫花小池，我不是来告白的。花师妹，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，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你笑得像小孩，让我快坦白。有什么隐瞒，我傻笑着说不出来。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？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我赶紧掩饰我那所有的坏坏。